等一下，哦，点对点，是这样子的意思。我靠，这什么图啊？我操！干，这也太难开了吧？这他妈的是越野！是这样走的吗？是这样走的吗？对啊，是吗？啊，他这边有加速带啊。我真的哎，看你俩怎么开啦！不然你们绕看看啊！哇，还真的嘞！零八八，你干对吧？对吧？他奶奶的呀！嘞，他奶奶的呀！到底是在干嘛？哎、欸，阿东哥！哎呦！干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！操你妈！真的有机会！谁推我？谁推我一下？推我！卡住了！翻成冰车啦！哎呀，后悔呀！哎呦，要死嘞！上去呀！你把我挤到下面啊！哎呦喂啊！哎呦没了！哎呀，真的不行嘞、欸！可我上来嘞、欸！啊，我来了，我上去了，我已经过了，我配了，你过了，你过了，没有、啊？刚那个谁？哎！我上来！他是要黏着那个才可以吧？你要助跑，你要助跑。哎、欸，你过了、啊？没有，我没有，我在等你们。哦，靠背这边可以直接开出来啦，智障！哇，谁顶上去了？靠背！哎、欸，不行！不要顶他，让他下来。哎，我上来，靠腰！你好像上来的时候，有超到！跟你讲，你们上来之后才是真正最难的。哎、欸，等下干，不是要叫我走哪边？往回 啊！我们过这洞哥干嘛？往回越野、啊。走旁边一个山坡。山坡。靠背，看这也太难了吧！什么啦？开不上去。不是你要看空中，空中上有一些怪怪的东西呢。哎、欸，他点在哪里？哦，看到。那个不用，不一定要走山坡、啊，你走旁边的路啊，有一条路一直通往你。他妈可不可以直接下车用走的还比较快？看这怎么上去啊？确定呢、欸？哎呦！哇操嘞！这个，那、啊、这个好像一定要靠助跑了。哇！我靠！哇！我没有，其实蛮好玩的。你是认真的呢？他们真的啊，没有玩过这种图啊！看我玩那么久，从来没玩过这种图。哇！上去！阿娘，对，阿丽娘，我跟你讲，你们会死。干嘛玩到骨牌那边了？哦，干！哎呦，谁啊？靠药嘞！枪骑兵啊！哇操！靠药！有！他妈的！操你妈！这是什么小？右边什么黑黑的东西？我跟你讲，前面都还是小 case， 后面真的是可怕哦。干嘛？绿茶，你也到骨牌啊？没有，我现在巴士那边。绕上来！咖喱米啊！哦，我要疯了！妈的，这一关是解谜游戏吧？哎、欸，这比我未完，这比我未完赛还痛苦。大家不是来竞速的，大家是要想办法怎么过。靠北啊！哎，小声啊！哇，阿廖你还没过？还没啊！他妈的超难，好不好？今天真的超难呀、啊！这关只能选这台车哦。对，我们的设计啊，操！可不可以把设计张图人抓出来？没有，你们走到后面就知道为什么只能这台车了。哦，真的只能飞这台车。好，让我看看。哦，我靠，被，哎、欸，这山小了。哇，干你俩！我跟你讲，在后面有个地方，他们
很难上去，然后你要过三个，没过你重来。哎、欸、干！这个天堂路啊，靠！干，这太扯了吧！靠背哦，这妈飘起来是怎样？我觉得直角转弯那个比较难、欸。啊！杀！啊，干你娘！哦哦！我靠！这个，哇，这个还不能太快、欸！我靠，这傻小！过了，过了，过了。哦，哎、欸，绿茶，看到绿茶了。干，这也太难了！什么东西啦？这什么？而且这个只有一条路可以走。靠！最难的是这个，这个最难。靠！没有。后面更难哦！哇，是刚才咕咕恰恰的这边跳，顶不顶不顶不顶？不是在后面，我已经在很蛮后面的。哦，过了过了过了，操！哦，好像抓到一点点诀窍、這個。这个更嗨，我觉得这个一定要排队。我感觉快到烂尾那边了。看这什么东西？哎呦呀！哎呦呀！哎呦呀！你们两个。哎、欸、哎、欸、哦，啊完了！拜拜，重来！操！哇，你觉得很刺激哦？再一次就重来哦！等一下啊，那我……干你娘！这他妈这是家训班呢，靠北！来哦！操！其实那个超好笑。啊，干你算了啦，重来啦！喂！哎！好，我下一换，我下一过一个，感觉用力用力往前滴一下，有办法吗？滴一下，滴一下，靠呗！滴一点，滴一点。哦！看你，等一下，前面很恐怖！看看看，靠呗！白痴哦，这太难了啦！哦，干你娘！啊，他被伤住，哎呦！好、哦，我看看、啊欸、卡住了，哎、欸，队长卡住了，顶姐，顶姐，干你！用力呸过去，碎！你的左前轮先靠你。这什么东西？靠背是骨牌哦。太难了啦，这关。来巴巴的，我看那哇，小王过了，一个爆音，小王过，过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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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！不要哎、欸！结果我跟你讲说，这个东西要两圈，太扯了吧？两圈你妈啦！哎、欸，这是你看到我，不是我都看到你那个，但是我现在有点危，也难搞。哦，没事没事，我靠，上来了上来了，我操！你也快一点哦！没有，我要重来，我重来。咦啦，这什么东西啦？妈的，这最好他妈过了。那你还要再来一次哦？靠背哦！我、哦、干你啊！干干干干干！哦，过过过过过！干你啊，小毛你怎么嘎上去啊？哎呦，我差点下去啦！就助跑一小段，然后他有机会可以震得上来。他那个点数在靠背哦。哇的过后面了、哦，你啊你，哦，哎呦，哎，慢慢来，哎、欸，干你俩这边太难了，干这要算那个轮子哎，哦，过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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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、哦，怎么后面还这么长啊？啊小了，靠背就上小，我干屁嘞，这怎么过？哦，屁嘞。哎、欸，这怎么过啊？哇，这个阶梯我就……哇操你妈的！啊！没事没事。哇！哦哦哦哦哦，还没过了！我操！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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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我被卡在那个……Oh my god！ 看你俩这会手汗啊，这流手汗了啦！不要了、啊！等一下，看你这有机会了，靠背。哦。
有了有了，抓技巧抓技巧。哦哦哦哦！哦，原来是这样搞，靠北。干！哇靠的，哇靠，哇干！你们后面一定会傻眼。上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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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阿蛋，这他妈做的是过量东西啊！头。哦，差点掉下去，吓死！啊、你娘啊，鸡掰！杀猪杀猪！我靠呀！到底是谁设计的关卡啦？哦，靠背哦！打到后面就超难了。靠背这一条线是怎样？欸、靠背谁在后面？他是他斜着走，他斜着走，那、這個、超难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啊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干嘛？操你！我们都在，我们在这边。哎呦哎呦！哥，等一下啦！这刹住了，靠背了啦，刹不住是怎样啦？我直接卡在那个他妈的最后一个那个白色的弯，你还在第一个，但你那个弯怎么过 啊, 啊？白色那个，这你要慢慢过啊，这你不能用冲的。我知道，我就卡在白色最后面那个弯了，我就前面都过不了，后面白色的弯过不了啊。干你娘啊！这又要再走一次哦，靠飞。哎、欸，绿茶过吗？我过了、啊。哎呦，干你娘了！我看这边我可以啊，干那样最后面那个，哇！看阿德差一点点哦，操你妈！鸡掰的！放飞自我哎、欸！可以，车头早点过。对，哦，有，我过，后面再简单，后面再简单。哦，阿德过喽，超灵要加油！妈的，我要直接耍剑！哇！直接用飞的！哇，终于啊！妈的，神经病！操！那是他妈的！哇，阿里杰森怎么在下面啊？啊，开黑啊！过不了啊，开黑啊！